哎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这车早就快大修了，这车啊，这段时间一直忙啊，终于爬窝了，你看啊，哎呀，能修好吗？啊，能修好吗？哎，啊、老杨，哎，你把工具给我拿。哎，老杨，嗯，快点，是这工具吧？哎，哎，你不觉得芦花的行为有些奇怪吗？怎么了？你说他对孩子被绑架的事儿，还不如我们着急啊？这事儿也不一定。芦花户犊子，那可是出了名的。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啊。他是喜欢孩子，可我不明白的是，这别的家长出现这种事儿吧，人家恨不得天天整天跟着我们嘛。可他呢，啊，总好像在有意躲着我们。嗨，人家芦花户是说了嘛，这事儿本来就不想让咱们管，可现在我们已经查上了，这就没有必要了嘛。你说你啥意思吧？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件简单的那个绑架勒索案。嗯，我觉得这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什么。对他呀，知道了解的越多呀，反倒觉得他越陌生。哎，把那个给我。也许是吧，芦花太复杂了。也许是，咱确实弄不明白。也许是这样。哎，那个那天你把那个村主任的话给截了，对我使眼色，为什么？哎，那都是老百姓在背地里嚼舌头根子的事儿，咱能跟着瞎掺和吗？啊，芦花跟臧副市长闲话多着呢。当然都是风言风语，私底下老百姓都在传，说什么芦花跟咱臧副市长的关系说不清楚。哎，这可能吗？啊，反正不少人都这么说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真的假的咱不管，可是有一条呢，那是不容怀疑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啊确实很不一般。走，好了，试试看吧。哎呀，你听着，芦花，你要是再跟公安拉扯，钱我们就不要了。明天中午12点，护心亭东岸第三根电线杆子下面的洞里，我们等着取钱。来或不来，随你了，别耍花招。别玩小聪明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他们是不是跟你联系过？哎，芦花，您为什么要对我们瞒着呢？哥，你的举动他们都知道。你以为你自己对付得了吗？啊，不就是钱的多少吗？你以为你给了钱小宝就能回来是吧？你太天真了。你那你想我怎么办呢？啊，不理睬他们，不给钱，依靠你们是不是？我愿意，我愿意这样做，可小宝那样就他救回来吗？你应该跟我们商量商量，大伙儿决定怎么做。他们要的是我的钱，绑架的是我的儿子。你以为就你关心你儿子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芦花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你懂不懂啊？我的心情
和你是一样的。那好，陆毅，你们也听到了，你们就看着办吧。陆儿，你究竟对我们还隐瞒了什么？哥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温迪，老杨，今天夜里暂停审讯王嫂子，然后把楚川调来，再加上温迪，我们现在就进入湖心岛的东岸。让我去啊？嗯，太好了。你是说提前打个埋伏？为了不惊动绑匪，只能让大伙儿受点罪了。嗯，老杨，你跟大伙说说吧。啊，这样啊，我和郑涛呢估摸了一下，他们派人来肯定是走水上，所以说我们必须在陆地上把住个三角，这样就形成一个网。文迪和楚山，你们两个守中路，我和郑涛呢一边一个。啊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大家要注意隐蔽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啊。嗯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啊，没有没了，走吧。好，走。喂，你不要说话，听我说。姐，卢花姐，喂，队长，卢花一大早就出去了。什么？去哪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。哎，你是怎么搞的吧？哎，郑涛啊，怎么了？你可回来了，卢花一大早就出去了。送钱的时间不是说是中午十二点吗？是啊。
挥。手机不要挂掉，听我指挥。是，你说，大哥。船上的人是宋雨飞吗？是的，大哥。还好，你倒说实话，钱凑齐了吗？大哥，是我太大了，我一下子提不出那么多现款，我先给你凑了100万。拿你来干什么？哎，大哥，你千万别挂电话，我一定会凑齐钱的。把速度放慢。哎，放慢，快。前方80米左右的水面上，有一块漂浮着的木板，看见了没有？我看见了，大哥，我看见了。不许拿起来，懂吗？快！会不会是调虎离山呢？那卢华也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。从他以往的做法来看，我们指望不上他了。郑涛，你是说咱们撤了？还差一个多小时呢，这万一……咱们就兵分两路吧。行，我得往里走，你和楚山留下。嗯。看见上面的绳子了吗？快！把你立马先捆上。哎，大哥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话去做，钱没带来就是你的失误。我听你的，大哥。大哥，绑好了。那下一步该……谢谢了。哎，宋哥，快追啊！畜生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，你们这帮畜生！罗。畜生，你给我出来，王八蛋！我哟，宋经理也在啊。老板需要，我当然要帮忙了。灵儿，撤吧啊！灵儿知道了。局长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啊，他们是怎么看的？因为是临时拘留，过去一直是这么管的，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。局长。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在早上，天还没亮，我来接班，就发现他在铁栏杆上上吊了。啊，自杀工具是什么？用自己的衣服撕成了布条。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呢？我们都把他们转移走了。能够确定是自杀吗？我跟技术科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一会儿就来。啊，这件事一定要盯住。务必拿出一个准确的结论来。是，局长。陆花，行了，你不要再狡辩了。就算你说的话是真话，没有时间给我打电话，可约好了是中午12点，你为什么7点多就出门？你为什么还要瞒着张燕？哥，我刚才不是解释过了？我一个人走在街上害怕，
所以才请宋先生做个伴儿。我傻呀，我不知道啊，到双眼线一去一回也用不了一个小时。我去了趟水运公司，公司的好多事情是需要我亲自打理的呀。需要我们现在就走去核实对证一下。如花，你应该是个好演员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在绑架案上你差远了。你知道怎么处理吗？我浑身上下都是嘴，也解释不清楚了，随你的便吧。可是怎么救小宝，怎么破这个案子，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？听完这个录音后，你接到一个电话，你还隐瞒着我们。哥，我怎么解释你就是不听。哎，从昨天夜里到今天，张毅不是一直在盯着我吗？把手机给我，给我看看。干什么？算了，不用拿了。你用的是震动，我还用看？现在我清楚了，那个打录音电话的人目的很清楚，那是说给我们听的，是为了把我们调开，好再做文章。你说是不是？喂，是我，尚局长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听着，王锁子死了。你姓什么？你咋呼什么？马上回来，我有别的事情跟你说。哎，表哥，是你们呀？怎么了，各位？都坐下嘛，有话慢慢说。别动！宇飞老弟，到底是经过高人熏陶了，瞧，多镇静啊！哈哈哈哈！表哥。弟兄们手上都举着个家伙，累不累呀？你发个话，让大伙歇歇。这调令什么时候下的？大前天下午。你为什么不退回去？你嚷嚷什么？想跟我吵架吗？你就是这样老好人，唯唯诺诺的。我唯诺什么？市政府和上级组织部门的文件，我私调退回，拒不执行，是不是？你把公安局当成什么了？是独立王国吗？那你也可以做做工作，说明情况吧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没做工作？哎，这个文件已经压了两天，我们也告诉你，为什么？我可以不干，但是要让杨静接替我的工作，保留我的刑警职务。鲁振涛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人家说了，如果说金湖公安局离开了鲁正涛就瘫痪了，那就要跟上级组织打个报告，请组织部门再发个文件，把原调令撤回。你听听，你让我怎么说呀？你这叫什么话吗？昨天晚上我去藏副市长家再三说明了情况，可是他说，正是因为考虑到你对金湖工作的贡献，
这才做市领导的工作，把你调到法制办公室干副主任，待遇是副局，等于升了半个。这球我不领，这不是扯淡吗？你说我一个干刑警的，我搞什么法制教育建设呀？我怎么这个工作就不重要？我不是说不重要，我是说我说不清了。上局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您再出面协商一下，等我们把这几个案子了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可现在，我们确实离不开他呀。不过，我倒是给他争取了一个月的休假。一个月以后，再去报道。这正在节骨眼上，我。哎，我休假，可以参加侦破工作。你愿意有那份闲心？谁管得了你呀？刘队，电话，谁来的？你们家老嫂子。哦，知道了。这么说，绑架小宝这件事是你干的了？不是，老板让这么做的。老板来金湖了？不仅来了，而且来了一段时间了。懂了，看来你没有离开金湖。怎么，你们还是不相信我？哼，不是不相信，而是你一头钻进芦花的裤裆里，拔不出脑袋来了。老板怎么看我？更糟。知道了。宇飞老弟，你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好多话我就不说了。你来金湖都做了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落到这一步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你是自找的。那么想怎么处置我？我替你求了个情，老板答应了，说是再给你个机会。你说，明天把芦花约出来，老板想见他，有话要说。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打电话？他周围都是二哥，你说呢？什么理由呢？那是你的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，老杨？啊，掉了魂了？啊，啥？哦，你说啥？你刚才接了个电话，怎么就像掉了魂一样啊？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我觉得我这大队长的代理儿子上局可能就是有用意的。啊，你调动就调动，干嘛还要给你争取一个月的假期啊？真同意你走，没必要的。也许是他的缓兵之计吧。哎，可能上局长也得有个做工作的时间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嗯。花姐，事情有眉目了，孩子现在很好，
你快说，对方有什么条件和要求？对方唯一的条件就是和你面谈。花姐，你不能去，在没有摸清对方底牌前。你转告他们，我一定去。小流氓跟着我，请你们帮我打探一下。哎呀，200块钱，没问题，大姐，没问题，放心吧，大姐。好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你叫我来干什么？多么悦耳动听的音乐呀！难道你不喜欢吗，亲爱的？我知道了，是你给我打电话的。你好啊，精灵鬼怪般的乡下少女，没有处女膜的姑娘，谋杀亲夫的凶手，金虎的大姐大，你究竟是谁？你是人还是鬼？说得好，不错，我是鬼，起码跟鬼差不多。那你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儿子？难道你就真的是为了钱吗？你以为我是勒索是吗，亲爱的？走南闯北，黑的白的我见得多了，可像你这么黑这么辣，胆子又这么大，我从来没见过，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哼，我佩服得很呢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你的话。想听个故事吗？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什么都懂了。我没这个闲心来听你的故事，你究竟想怎么办吧？我是说我的孩子。怎么，你想再听这段音乐吗？我是说，如果不愿意听我的故事，凡事都要有耐心，你懂吗？故事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你也认识的，个子挺高的，大坟头竖得光光的。是我，花姐，想不到吧？停车！见过这人没有？这个人没见过，长得挺漂亮。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别废话。走，报警。还是没见过，再仔细看看。我真的没见过。你讲，没见过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故事很曲折，也很让人心痛。你认为这是故事吗，亲爱的？宋哥，这故事是不是你讲给他听的？不，是表哥亲眼看见的。这么说，你一直就没有离开锦湖了？自从那个死鬼，我是说让你给变成那个死鬼，在锦湖找到秋彪，筹措资金筹到我身上时，我就明白了，你想黑掉这些钱，我没猜错吧？闯荡了这么多年，胆子大的人我见过不少，可像你胃口这么大的，说真的，我还真没见过。你的话说完了吗？你得听听我的说法。不听。但你确实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，敢在我面前这么做的人，会不感兴趣吗？接到阿彪的电话后，我就带人到了京湖，第一次远远地看了你一眼。
我什么都明白了。星辉夜晚，红墨水冒充的处女的血，万佛岭帐篷上那燃烧的熊熊大火，你好好想一想吧，你。是谁呀、啊、你？你太健忘了，亲爱的。几年的时光，至于让你变成这样吗？月童，你还活着？不错，不错。等等，我不想让我的枪声把公安引来。如果你要想玩牌的话，最好听听这段美妙的音乐。亲夫，把我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还心安理得，不受到惩罚吗？你想怎么样？钱你肯定是吞不掉了，一分也不能少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。如果小包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有公安，陆花，快走，走。小宝，芦花，芦花，快走，小心啊！哎，等等，他们人呢？太危险！哎，小心，注意孩子。小六，上！小六，上！